噔噔噔噔，跟大家推荐一个蛋黄酥，这个蛋黄酥是12.9一箱，一箱是500克，里面一共是12枚，真的，上面6个，下面6个。这个蛋黄酥的话，口感比较软，甜甜的。它这个是一层皮儿，然后一层麻薯，一层红豆，还有那个是蛋黄。这个是常温保存，保质期120天，能量的话是1537千焦，脂肪11.4克。这些留着直播的时候吃。